老花一每日一答，回答一下臭宝妹的养护问题。第一个话友呢发来的是一个文竹，他说新叶子一直是黄色的，一个多月了，肥料怎么怎么地的，位置男童还下雪了。其实文竹呢它不怎么耐寒哈，而且呢大家在养护文竹的时候老是遇到一些黄叶的问题，大家都会发现什么呢，都是这些个长得很长的这些个叶子会黄，你看到它只要是很长了呢大家就要修剪一下。不过呢我要在这里跟大家说一下哈，这是根据我的经验去判断的，我也问过一些个种文竹的一些个农户，他们也跟我说，你像我们这一个大棚里面哈，它种它是有播种的，甚至说有几万盆的这个文竹是一次性长出来的，它不会经过去筛选啊，就是养到第二年基本上就是长到差不多这么高就开始卖了，它不会说是有像我们绣球一样去筛选，也就是说什么呢，这个播种率下去以后呢肯定有一部分它是怎么着都养不好，就说白了怎么着都养不好。你像有的花儿也是买了文竹，碰巧买了一盆呢，你也不怎么管，也不怎么施肥，哎呀，甚至说有的那个养的嘛都两米多长了，还是黑绿绿的，就特别好。有的嘛就是买回来你怎么养，用什么土，它就是不行。对，这是跟这个苗子的有一部分关系啊。像这个花儿的话呢，你可以适当的修剪修剪，这个没事哈。它如果说不长出来啊，就是说它这个根部不能再长出来新的啊，就说明它的活性就不够。文竹就这样，真的我也不知道为啥。哎，有没有特别懂的老师在这个评论区里边讨论讨论这个事儿？您这个问题不是很大，现在能做的是什么呢？把表面的土挖出来一部分，是吧？适当的就是给它保持一下透气。您用的这个是紫砂盆吗？也挺好的，慢慢来吧，修剪修剪。现在要做的就修剪，也不缺肥，温度可能有点低了。小主播老花叶，你看我这个桂花叶子怎么回事啊？不只是老叶，新叶也有泛边缘泛黄的这个迹象。没事哈，老叶子呢出现这种情况，这个问题不大。像新叶子如果说也出现的话呢，就是有点缺钾，您可以买一些个农资店都有哈，可以买一些个硝酸钾或者硫酸钾这些个，稍微浇一浇。不过最好呢还是用一些个那种比较综合的肥料，别单纯的用一种肥料。另外没事啊，多给足太阳，别的没啥。然后适当的用点粪肥，用点硫酸钾，慢慢就好。如果有条件的话，我们家有个东西叫翻肥水。非常棒啊，比较贵，就是别的没啥了。像这会儿老花叶坐标树光有菜篮子、龟背竹，看直接看图片吧。没事，这个没事，这个没什么大问题啊，臭宝。你像温度也是恒定的，什么101反水水都用过了，它长得就是很慢。其实咱们温度还是不够高。其实龟背竹一个最快的生长速度呢是在25度，25度以上，它不怕热，越热越好。它越热一点呢，它会长得越快，它并不怕热。还有一个点呢，它是空气湿度要求非常高，你看它长的那个根呢都是气根，它可以在空气里面长根，它一般呢是在那种热带雨林里面长得就会更快一些。咱们家里边温度还是不是太够，你像这种叶子长出来坏掉了怎么着了，可能是咱们在之前的时候呢刚长出来一点嫩叶叶哈，你稍微一碰，就是刚长出来很嫩的地方你稍微一碰它就损伤了，问题不大。另外呢还是有一点点的积水，因为花盆比较深的原因，表面的土挖出来稍微垫高，或者说你如果说咱们到了春天你要翻盆的时候下面垫一些陶绿，就还不够透气，别的没啥。嗯，很棒了已经。下个臭宝说这个是什么呀，我直接看这个吧，好像是一个鹤望兰，尼古拉斯鹤望兰，又是用的泥土。你看好多的花友，你看咱们这几个问题问下来，很多的花友就是用的那种很高很不透气的那种瓷盆，结果呢就养出来的花各种不好。你怎么理解用盆跟用土呢？就是穿鞋穿袜子，土呢就像人穿的袜子，那个花盆呢就像人穿的鞋，那你们这种呢就等于是什么呢，穿了个鹿皮袜子啊，又套了个鹿皮靴，双层的不透气，还很高长筒的，连大腿都捂了，这不是就这种感觉吗，对吧？那有的花你这样一下就给盖它好了吧，啊，我穿个棉布袜子，我穿个老布鞋，你看养脚，这个养根也是一个道理啊，别的没啥哈，确保就是还是这个盆土结合不利，你看下面也不透气，你说它能长好吗？嗯，但是我说长寿花的枝条上面出了气根啊，有机会再长出来吗？这个可以的，长寿花长气根主要是因为什么呢，您盆土里面的湿度小于空气里面的湿度，所以说它就开始在空气里面，在这个枝条上面长根，这种根系叫气存根，它可以从空气里面去吸收水分和养分，这种你可以剪下来，可以插活，很容易活，长寿花很好牵插。这个时候呢，就是你要注意一点是什么了啊？我的浇水量还是不太够，你要适当的多浇点水了，要不然时间长了，气根会取代到盆里边的根，盆里边根慢慢的就烂掉了，死掉了，它就开始气根了，会浪费你这个养护的一个周期。别的没事啊，别的没事。下个臭宝说，老花叶，
看看这个杜鹃怎么修剪，坐标山西。其实修剪哈，不论是什么花的一个修剪，就像人理发是一个道理，你不要让它长得漫无目的的，像八爪鱼一样。首先呢，就是注意自己的一个形态，要给它修剪的比较圆润，然后呢，不要过分的去徒长，也就是它枝条的长度呢，不要尽量的不要大于树干的长度。如果说过于大的话呢，它就会时间长了以后，它营养全部拔到上面去了，它有个顶端优势。所以说大家要修剪来削弱它的顶端优势，让它长得更圆润，让它整体更粗壮，是这么个剪法。然后呢，记住有一句话叫，只要下面有芽点，上面您就随便剪。好了，今天每日一答呢就到这儿了，学得不错，记得点个赞，其他有问题呢给视频下留言啊，我是怀疑，眼花就这样，拜了。